交汇哦。我是港澳列车长的2012年3月16号瑞芳二号南16:20白色是4E35次哦。风发车就沿线号树林的一绿色，微笑三分钟就把你黏了。9300圈的4E35次芙蓉发车就沿线看树林的9300圈的，以及4E64。刚刚交的是4E64树林发车就沿线，刚刚刷的沿五17518零号零挂联动连短圈的4E35次在瑞芳站开启车门，然后树林，待会我就差不多走。真的就走了吧，实际上拍完就差不多走。9300圈的，好，在这方面准备关闭车门。4E35次关闭车门，10:20了。好，获利，拜拜，再见。车通过，请旅客不要靠近。玻璃怎么弄？以免发生危险。各位旅客，你好，第五台 B 车，起码只有列车通过了，请旅客不要错过。7:20出玻璃，在路上让你做一下通。可能路塞哦。135单电筒，7:20出玻璃。解控制，他走错了。7:20出货率。
他在在路上转，通过七号车祸的长边空栅道车祸的。拜拜，罗小明，干嘛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一级高明，然后就在这边。